讲吗？卢台长好。你好。1943年属马，啊，问身体跟事业有什么要注意的？有灵性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他有灵性。我告诉你，台长经常这么看图腾的时候，灵性就直接上升了，很可怜的，明白了吗？叫他先啊坐下来啊，坐下来看看台长，待会儿救他啊。啊，有的灵性就是要台长救，附在人体上，就是人家说就是神经病了，你们不知道就叫神经病了，很可怜的了。呀，你要不能影响，影响台长，待会儿不给你看了，好吗？先坐下来啊。嗯，好，你讲下去吧。43年的属什么的？属马。43年属马。嗯。啊，男的是吧？男的。哦，你的身体哦，你的胃很不好啊，胃很不好啊，明白吗？肠胃不好，然后你要记住，你的肝有一点小问题，肝呐、啊。是。你的腰也受过伤，腰啊，受过伤。你人挺好的，哎，先要么先叫他在外面等一等吧，好吧？所以我跟你们讲了，这个世界很多爸爸妈妈把孩子生出来突然之间得了个怪病，医院也没办法医的，所以这就是灵性，你们一定要相信台长整天帮人家医这种病啊。你年轻的时候很好啊，年轻的时候很好，你人是很好，是你边上是你的太太是吧？对。先叫他出去吧，先叫他出去吧，他身上有灵性了。身上有灵性了。大家知道吗？所以很苦的，人很苦的。哪一天到了你们身上，你们人就变掉了。他也不愿意这样啊，一个鬼上身了就这个样子，你们现在看见了吗？真的，这个不是说这种精神科医生能看得好的，很苦的。你现在，我告诉你，你跟你太太两个人，人都很好，你很听你太太的话，你太太啊管着你呢。你呢，年轻的时候特别好啊，运气也好啊，这个感情运也很好啊，这个桃花运也很好。但是我都没有去接受你，所以你现在不能接受。有桃花运，老实一点，好好念经来化解，明白了吗？一定要化解掉。你呢，我劝你早一点吃全素。你的肝呢、啊，再这么吃荤的吃下去的话，你的肝会出问题。还有你的肺也不是太好，你经常会咳嗽。而且你的喉咙啊，咽喉非常的不舒服，也比较脆弱的啊，比较脆弱，明白了吗？是，好吧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事业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？属什么？对不起，属马，因为我是农历是。12月，但是是应该是你应该是个白马，所以你有时候平时穿一点白一点的衣服啊，夹克，白夹克，你会幸运很多。你穿白的很透得出来的，因为你是匹白马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过去的运程很好，你现在的运程走下坡路，所以你做生意不要贪。是，明白了吗？是，不要像过去一样，你的
财运现在明显下降，你只能守住。我看你要到明年的四月份才会有机会跟一个人合作，这个人是胖胖的矮矮的，你记住了，这个人合作之后才会给你带来一点财运和福气。是，你现在就守住就可以了。还有劝你的太太少骂你，因为你太太经常讲你的话，她的财运会不好的。每一次太太一骂你，你就倒霉，你就有失去了很多啊。听得懂吗？知道，因为是我讲给他听的，他没有，他是很好的人，但是他，对呀、啊，简单讲，他不懂你的心，所以我们给他讲的时候，他没有去把他体会到最深，这样子。对呀、啊，是个人的领域啦，但是他人是很好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争吵。因为你命里欠他的，你怎么不讲啊？你知道你上辈子跟他也是缘分啊。你欠他的，听得懂吗？好吗？没关系的，你们两个好好的过日子，啊啊！你的先生很好，你不要去怀疑他，他现在不是年轻时候了，他是老头子了。这个倒没有被他烦恼过了啊，因为把他送到澳洲来，人家说我会继续，我一定会娶小老婆，但是我说我绝对不会，我做给大家看。啊对啊、我都没做了，是。嗯、对呀、啊。所以我一辈子就是很多机会，但是我都排除了，自己做围墙。啊，如果真的要太多了，但排除，对啊、真的排除了。其实你先生人挺好的，你看他今天见了台长，他就把心里话讲出来了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啊，我已经劝你太太了，以后对你更好一点，你的财运很好，你的太太很喜欢财，所以他一对你好就有钱了，所以你会美好的日子万年长啊。因为我帮了很多人，甚至都已经那个很多人，但帮过了，爬到台面上去，我不求回馈的人，一辈子帮人家很多，记住了，很奇怪，但是回来都会变成是变成我的那一种一种那个阻碍，这个是不是什么有什么问题？你记住了，帮人不求回报，不求回报，对，对，那就叫善和慈悲。你记住了，你今天帮了100个人，你把这个100人帮过，人家都忘记。等到人家有20个人来回报你的时候，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幸运，有这么多的人在帮助我呀？你就很开心，对不对呀？如果你等了99个人等回报，怎么最后这个人，你看人家都这么有良心，我帮了对我这么好，就这个人最没良心，你最后还是不开心啊。求帮助别人不求回报，因为你上辈子一定欠人家的，所以你就回了就回了，不要学你太太，因为你太太就是经常要算我们对她这么好，她为什么对我不好，听得懂吗？哎，还有请教，还跟太太请教，我的小孩他是73年的属牛，想看什么？看他的前途，他的运程，他的运，什么？他的运，运程，对。73年属兔的，属牛，男的女的？男的，一般。你这个儿子脾气不是太好，听得懂吗？倔在里边，倔在里边，表面不跟你争。倔在里边，现在这个图腾，你要好好启发他，每天给他念3遍心经，让他心花开，他不大开心的，他整天不开心的，是，明白了吗？是，爸爸妈妈讲他，他也不开心，对外他也不开心，和气生财，要有财运的人，我告诉你，一定要笑，一定要开心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为什么你有财运你太太没财运啊？因为你太太不喜欢笑，你傻傻的整天笑，哈哈哈哈。
好不好啊？啊，谢谢。啊，哦。